什么困难，尽管说。但是我们，铁花，你可轻了点撒娇。小时候啊，你一撒娇，我这就心软。哎，是啊，我们有四个好朋友被误会了，被侦缉队给抓走了。被侦缉队给抓走了。是的，被抓走的人是你们的人？对，就刚被抓的。对对对，那四个疯疯癫癫的，看起来不太正常，其实人特别好。可是。你们先别哭啊！表弟表妹啊，这真不是我不帮你们，你就是不帮。那帮人呢、啊？他们可涉及通共啊！不会，如果你们跟他们有关系啊，到时候表哥我也帮不了你。我们没有多，他们不是都被误会了。哎，你可千万别，你别帮帮我们吧，哥哥，你别哭了。哎哎，停，你可千万别哭了，哥哥。 那，这样，哎，你们向我保证，我们保证我们是好人，保证是吧？我们肯定是好人，我们当然是好人了。好，我们保证。行，等会儿啊，我呢就去审讯室，帮你们想想办法，你们就跟紧我，好，路上呢一句话都不要说，好，记清楚了吗？好。 跟紧一点，好，跟我来吧。谢谢哥哥，哥哥，我们的哥哥是最棒的。快点，现在，哎，也不用这么紧了。太紧了吗，哥哥？铁柱，你是跟的太紧了。铁柱，你跟的太紧了，铁柱。哎，这边，安静点，嘘。哎。